00后求职直接把公司整顿停业了，面试时被要求填写个人隐私问题，于是直接拒绝 HR， 那没办法安排面试，于是他说那你把我打车过来的30块钱给我。遭到 HR 拒绝后，这位00后直接打官方电话举报，然后这家公司被停了，还因为电池摆放不合规、没有消防措施等问题被相关部门查处，歇业整改，整顿市场。00后靠你们了。